其实啊，我憋了一肚子话想找人说，可周围尽是一群不能好好交流的家伙。哎呀，就你还是个正常人。我小时候就跟我爷爷和老爹学了很多功夫，却又不能在人前使，为了掩饰自己的能力，反反复复的搬家，被欺负也只能忍着，永远见不得光似的。十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最近发生的一切。 对我来说太多了，就因为那个我听都没听说过的气体原理，我的生活全乱了。那我过去十几年的忍耐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既然已经不能再躲躲藏藏，那我也不会再趴在角落里活着了。我要弄清楚爷爷的事，要把主动权拿在自己手里。 别打岔，说真的，有些事张叔了，行了，咱俩。
这是这我们对对，我还当你们是被什么好话呢？你才被全家怎么拧塞禁止，我好歹把你们又拉出来又这你这是干嘛？别见你位小桃园这兄弟可不是白叫，虽然你放但要揍你们兄弟这个可不能算了，去你了，来揍你，去你，和琉璃厂这点矛盾吧，公司已经花了不少心思了，就不劳您哥仨再费心了啊。行嘞，四哥，这事儿我们知道了，您就先回吧。啊，关灵儿，四哥说嘛你都听到了，下回你可得提醒我。没问题，那你得提醒我提醒你啊。好说，那你得提醒我提醒你提醒我。哎，你可看见了，宝宝，我已经照老三的吩咐好好劝过了，他明显不管事儿啊。按之前我跟你说过的，换你来劝劝他们吧。好的。宝宝，看着了吧？是我的办法管用，还是老三的办法管用啊？能动手的事儿，尽量别动嘴。嗯，记住了。那这三人现在怎么办？干脆直接送到日本，省得他们回来再作妖。这个样子能切日本啊？这我就得再教你点地理知识了，宝宝。这海河呢，估计就是渤海，再往外呢就是黄海，再漂呢就到了东海。我琢磨着，他们顺着这洋流，应该就能漂到日本了。哦，徐子，你晓得了好多。事情就是这次，圣人伟人，我落去。
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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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